现在是数码时代，读书有什么用？像你这样，一台电脑再少，按个回车键，什么都搞定喽。我向女儿心存希望。网络罪案调查科督察孙斌，服务器崩溃的意外怎么解释？我们一定能合作愉快。你跑到哪儿，我都能找到你们。都这么大人了，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免费午餐。我开始布局，你有五分钟。不要自作聪明。今天的目标，晚上你好。别管那么多，先找到卓家军。现在好多地方都断网了，外面的留言机全都停了。他没人性的，在攻击你了，快走！周鹏，妈妈，周鹏，我拿回钱，你才能带回女儿。你说他，陈明志电脑设置的防火墙不是随便可以就能黑进去的，按个回车键而已。考虑一下，把老婆给我抓回来，把枪放下。被他缠上的话，所有资料都会无所遁形。卓家军，爸爸，你在干什么呢？